我喜欢上了给我爸扎针的护士，来还他落在我车里的压麦袋，顺便约他吃饭。下来了。你的压麦袋。这小东西，你还特意跑一趟呀？我走了。哎，没别的事了。你昨天不说你没对象吗？是今天吗？啊，今天刚处的。说处上就处了。嗯，挺处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我表哥。再说跟他是谁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表哥呀，啊，我最近就是有点低血糖，这今天过来合计给你问问诊。那我也治不了啊。你不就甜甜的吗？搁你身边待着，好不少。你是来找我贫嘴的吧？那不是啊，我是合计过来找你吃口饭嘛，看你最近挺辛苦的。那给叔叔扎针不是我的工作吗？不是，你这两天给我心里跑好几圈了，多累呀、啊！无功不受禄啊！叔要有什么事儿你再找我，那你就不吃了吧。嗯。喂，爸，你咋了？又难受了？头疼蹬蹬的。啊，正好我跟欧阳医生这儿呢，这。我那行那行，我这带欧阳医生过去，咱人能好啊？啊，那好嘞好嘞好嘞，你搁家等着吧。你笑啥呀？这岁数大了嘛，那有啥招啊？走，那你过去给我扎，给我爸扎一针得了。你要骗我，我可揍你。啊，放心吧，走走走，上车上车。叔叔人呢？哎，爸，爸，这人哪？我打个电话啊。喂，爸。你生病跳什么舞去啊？不是你这是，你这去冒汗了？你还是找伙伴去了？欧阳医生不白折腾一趟吗？行，好了，挂了啊。嗯，这事儿怎么？让我们吃口饭再走？那白折腾一趟了。行吗？笑啥呀？行。